小朋友，你在干嘛？我在锻炼身体啊。这个也不是你这样子锻炼的。我们小区保安就是这样子教我的啊。哎，来，我教你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两个是放脚的。哦。哇。是这样玩的。哇。嗯？小朋友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在锻炼身体啊。这个不是你这样锻炼的。刚刚那个叔叔就是这样教我的哟。哎，来，你下来，我教你。看到这个没有？看到了呀，这个是做的。哦，喂，是这样子锻炼的。哦，来，我来。啊！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上自然课，带你们观察一下。好耶！你们不要跑远了，注意安全哦。好的。那小男孩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那你快点哦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来了。啊！哎，小糖糖嘞！小糖糖，小糖糖，李老师，小糖糖不见了！小糖糖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去上个厕所回来就看不见人了。走，我们赶紧找。小糖糖，小糖糖，小糖糖！马叔叔，你看见小糖糖没有？没有啊。小波粉，你想一下。我真的没遇到小糖糖。哎呀，快找吧！小糖糖，小糖糖，哎，欧阳妈妈，看见小糖糖没有？小糖糖怎么了？我带他们出来上自然课，一转眼就没看到人了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今天好像我没看见小糖糖哎。那么同学，我们分头找。小糖糖，小糖糖，小糖糖，你到底去哪里了嘛？喂，小糖糖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你干嘛呀？坐着我好痛。我和你老师找你半天了，你竟然在这里睡觉。医生叔叔去了半天都没回来，我就睡着了。找我们回学校了。